Excuse moi, monsieur. Pouvez-vous me dire où est la tour Eiffel? 父母亲的身体不太好，对吧？你是真的可以跟法国王妃安托万通灵吗？有一天他来梦里找我，从那时开始就听到不想听的声音，知道一些自己不想知道的事。一个史丹佛大学出身的教授，怎么会这么害怕一个区区的算命师呢？我会让你为我心动，爱上我，最后再抛弃你。那我们就走着瞧，看谁比较厉害。作战早就开始了。9月19日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安托万夫人。